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魏晨，厉害了！今天邀请到这两位老朋友来，哇，听他们唱歌真是太爽了，好棒！两个都是很有特色，而且他们肺活量都很够。没错，我在这个刚好在金门当兵的时候，听到这个女生唱这首歌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不知道她唱这个歌的，我不晓得，她陪伴了我多少寂寞的夜晚。我的印象里就是那种偶像的，是是是，那时候那个年代有很多那种姐妹团体啊，对对对对 对, 对，他们也是叫做飞鹰三珠嘛，是他们三叔啦，三叔就是一种山上的野菜，不是飞鹰三叔，然后他们呢这个一起来出唱片，这个姐妹一般的情谊，一起来欢迎第一位好朋友裘海正，就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。Oh my goodness， 哎，好久不见雷了吗？雷猴啊！我知道我愿意再等，等不了爱我的人，偏偏如今他骗我两分。我不是无情的人，却将你伤得最深。我不忍，我不能，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。离开我爱的人，我知道爱需要缘分，放不下爱我的人，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。为什么最真的心等不到最好的人？我不问，我不能拥在怀中，直到他变冷。爱我的人怎么痴心不悔？伤悲，在乎的人心中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不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。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？是情的包围。爱我的人怎么痴心不悔？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，在乎的人心中无愧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。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？裘海正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我的妈呀，真是，这感动呢，这是这个令人感动的声音再次回到我们荧光幕前，观众朋友听起来的话，有没有这个非常的英文怎么说 ？Touch my mind。Oh my god！ 我刚才讲那个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他还是这个可能是童安格的歌吧？你就错了，我告诉你，他才是第一版的。童安格是翻唱他的，不过歌是童安格写的，对对，你唱的比他好。没有，不错不错。不过他后来一直有跟我说，他觉得很可惜，我们没有把他当主打。啊，那个歌唱太好了。他，我们那个时候在金门的他乡异地啊，听这个歌眼泪都快掉下来。那个时候刚好兵变嘛，我一个女朋友在台湾，结果兵变。我在金门教别的女朋友，我的歌是真的，是你兵变人家，你还在那边念。我那时候到金门的时候，的确刚好我们的班上的同学也在当兵，也没有兵变啦，人家也在当兵，结果我们去烙军就刚好烙到自己班上同学，然后大哭成一团，对，哦，真的很多人就会那时候会想起女朋友啊，对，对了对了，这个有时候人总是这样嘛，如果能够不当兵，那我们对不对？谁愿意？真的好多如果哈，那会真的有如果能够出来吗？对呀，美丽瞬间，那么欢迎我们的大长，不是大哥。
闪烁的烟火，迎接着美丽的结果。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，让我拥有，让我拥有一点真实的感受。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刚刚开完演唱会嘛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歌唱了实在太好，谢谢谢谢，对呀，真舒服，有没有看到？太舒服，观众朋友这个行家一听就知道了。嗯，今天来两位都练家子。哦，阿里瓜顾博学长学长学妹嘛，学长。对，很久没有看到你学长他学妹嘛，哈，对啊，不然呢？不是啊，两位都是法鼓山的，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台北体专，哦，体专啊，拍死啊，我怎么讲起来疏忽嘞？我跟他是同一个师父，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们都是同一个法郎三号。